股票一定要有人做，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有人在重压的呢？什么是飙股？看我节目就知道。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看我的节目就知道。全国的观众，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你好，我是谢逸文。好，这个现在台北股市有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敢进场。那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期货空单来到30,000多口啦，那外资也看空了，那这里也涨高涨多了，那就我们就在旁边看就好了。好啦，我还是要劝各位一句话啦，这个。股票不是只会涨不会跌啦，当然谢老师也不是这样的观念，总有一天它会跌。但是我们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嘛，在多头行情趋势没有改变之前，你不做多你要干嘛？有花堪折直须折啊，莫待无花空折枝。你不要说等趋势改变了说，老师啊，这个从高档回落很深了，那我们再来买股票，那个时候趋势说不定已经改变了嘛。所以各位投资朋友，趋势没有改变之前，你就勇敢的做多。方向没有改变，因为趋势它是这么走。那你要找什么股票？当然这是要有点技术，不是说随便找什么股票，都会赚。那当然找股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有人在做的股票。你找不到啊，老师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这个每一个都是这个万众瞩目，大家都在讲机器人，大家都在做机器人啊，主力啦、大户啦、市场上的大股东啦、这个券商啦、外资啦、投信啦、内资啦，甚至于 ETF 啊，都在玩这个机器人。老师，我们现在来玩主机板，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像你说随着这个风往哪里吹你往哪里倒，不是，我不是说叫你跟着流行，不是。人起码就等在做家嘛，你可以晚一点点买，你可以早一点点买，你不需要买最低，你不需要卖最高，可是短线上你不能忽视掉这样子的焦点啊，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各位投资朋友，这昨天7月9号，这昨天的高峰4510，这昨天打开了吗？我还是带会员买。你可以跟我讲说，老师啊，连续涨停买不到，真的，这连续涨停真的买不到。你要买就是要追，要试驾去买。那可是在昨天打开了，今天打开就是这个昨天讲的嘛，这7月9号，这昨天打开是机会，我带你上车，我直接在电视上直接讲，我说我带你买，你一定不敢买，你不是我的会员，你不敢买啊，对不对？老师，你看那个涨那个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的还去买，那罗森为什么可以从30几块涨到140几块？昨天跟各位讲，邀请你一起预约涨停人生4510的高峰，准打开了吗？准打开了啊！今天谢老师昨天怎么跟各位讲？来到平盘以下，我还带会员加嘛？他就是乖乖的在平盘，他就是没有来到平盘以下。昨天现买现涨停，今天再来一根，新旧会员全部都通有。有哪一个会员没有收到我的讯息？有哪一个，不管哪一个类型的这个会员，包含小资族，包含你是贵为尊荣会员、总统会员，有哪一个人没有收到我这个讯息？请你告诉我，好不好？请你告诉我，我没有带你去买，请你告诉我，请你也告诉大家，因为谢老师在电视上讲，新旧会员、新旧朋友通通有，就有就是有，有带你去买就是有带你去买。昨天现买现涨停，今天再来一根。很多人都会想说：“老师啊，这个就是涨太高了不敢买。”我昨天还跟各位讲，昨天那个4510的高峰杀下来，是因为大盘大震荡，
从涨200多点到变跌200多点。如果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而高峰后面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哦，跟这个蒙利啦，跟和大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合作，所谓的哦这个机械手背啦，哦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减速齿轮，或者是包含所谓的机器人的关节，有这么多的合作案。当你看到涨停板打开，你告诉你自己，有好多的产业，有好多的东西，有好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关机器人的东西都在后面等着，根本都还没有开始列入到营收里面。给你自己信心，告诉你自己，这种股票你就大力的买，勇敢的追，就跟当时的罗森一样。我罗森的成本为什么会成立建立在60几块？我们是沿路慢慢买上来嘛。起涨30几块，老师你的平均成本60几块，老师你现在就跟他有哎，你真的是要求，你现在就跟他有哎。好敢买啊，从30几块起涨，你的平均成本竟然在66块，最后涨到140几块。我再说一次，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就跟着做就对了。昨天买涨停，昨天买到收盘涨停，今天的收盘价依然涨停，追要追的有意义吗？你追到没有人做的啊，你当然被人家盗。对不对？你追到没有意义的股票，为什么它没有意义？它没有人做，我管你买多低。就好像前一阵子一堆人在买 IP 的股票一样，沿路杀，还有人就没在那里，人就没在那里走嘛。啊，你就拿去买它，公司好不好？好，产业好不好？好 ，EPS 有管不管？本利比有低无？低，拢足好诶。啊，但是无人做。啊，智源、四星、每况愈下，每次低点都破前低，高点不过高，高点不过高，低点破前低，每天下。你各位，你买到对的产业啊，你买到对的公司啊，可是怎么样？你已经挂在里面了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是对的，只是你买到没有人做的股票。那我这里，各位，我这里，当你还在买 IP 股的时候，我们满手都是什么？先进制程 ，CoWoS CPU， 先进制程，面板及封装，机器人，所罗门、罗森、易登，对不对？面板又多加两档，面板及扇形封装又再多两档，智胜、油田。当你在买 IP 股的时候，我们满手，各位满手先进制程，上全 ，CoWoS 的部分也安全获利全部出清，一步一步让下来。各位，你现在手上还是 IP 股，还在等待。啊，老师，我那水龙杯都迄种无人无卖去的股票。不是，是你买到没人做的股票。你买到没有人做的股票，它怎么会涨？啊，真的有人做的，涨两根、涨三根都没有关系的。重点是它后面还会有更高的价格嘛？高峰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的包含题材？包含股价为什么可以这样涨？我说跟一家上市公司，他把那个赚钱的部门拉出来，去独立成一个所谓的重大智能科技，这个部分就是在纯粹为了机器人 AI 而设立，自动化设备而设立的。那很奇怪，这家 上市公司他独立出来了，变更所谓的变更核准成为一个科技公司，董事长给谁？给4510的高峰。那为什么？这个就是有点所谓的垂直整合的效果嘛。我把公司赚钱的独立部门分出来，变更为所谓的科技公司，独立加成一家公司。那我却请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老董来做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那我要他的是什么？我要他的技术嘛。他有我，或者是弥补我不足的地方嘛。所以最先要买是谁？
最先要买是谁？所以高峰先涨嘛，高峰先起起来嘛，所以涨你满怕亏的时阵，跟着大盘杀下来震荡的时候，我带你去买嘛，收盘涨停板，今天再锁一根。为什么电视上这么敢讲？为什么？老师，你这样算追呢？对，追要追的有道理啊。这个道理是什么？谢老师，你怎么赌那么大？我昨就跟你讲了嘛，那没人做，我不带你买嘛。那一支股票没人做，你去买伊要创啊？20块你来嫌臭臭啦！一支股票没人做，20块你来嫌臭臭啦！20块足俗啊呢，一支20000块尔，足俗的呢。一档股票没有人做，20块你都要嫌他啦。为什么？没人做嘛。有什么好买？还没有人做，你买它干嘛？是不是？没有人做，你买它干嘛？各位，南正经的讲。所罗门啊，罗森啊，义登啊，君豪、广明，这拢机器人啊，这拢机器人。啊，有人做，咱先买嘛。为所罗门、罗登、义登大师啊，罗森、义登大师、大家平、君豪、广明，广明是因为买什么？买达明，达明没有上市，当然买广明嘛。机器人概念股有人做就要先买嘛。啊，这档股票之前都不会涨，你看沿路这样下来嘛，叫熊赢。熊赢的什么股票？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啦。以前叫你不要做它，为什么人家在做这些股票嘛？那这现在这些股票已经有了，人家现在回来要做这一档啊，当然要做谁啊？当然要买谁？当然要买它嘛？为什么？不是说罗森不会涨，不是说所罗门不会涨，义登不会涨，君豪不会涨，广明不会涨，不是。如果我能够去买到低位接的。我赚50%的机会，会比你现在去买义登、买君豪、买罗森、买所罗门、买广明的机会还要来的大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知道不？哦啊，这个哦，罗森已经涨到400%了，从30几块涨到140几，你要它再涨一倍，涨50%有点困难，挚爱难行，有点困难，因为掏钱的 key 要追嘛，这个机会会比较小。可是各位，如果你一样是买到机器人的股票，而它是从低档低位接开始起涨，那是不是涨50%、涨一倍的机会会比较大？那一样嘛，那没人做，我不会带你去买嘛。要是它没有人做，没有人做，像我之前一样，熊羊卖买，现在很主席，主港不是在那嘛，镁光灯的焦点聚焦不在心上嘛，哦，它的义灯啊，所罗门啊。哦，罗森啦、啊，君豪啦、啊，广明丁管嘛，对不？咱先做有人做诶，但是今嘛，这股票嘛是够有人做，但是有部分的筹码跟资金来到倒，来到上赢家嘛，来到上赢家嘛，啊，今嘛这底部这起来，这就一定爱做，这就一定爱做，来镜头不用动。这个叫上赢嘛，这个叫上赢嘛。啊，有人做无？你看这吼，这吼3、4个月、4、5个月，这股票拢趴在涂骹啦。迄个甲智源啦，吼，甲什么四星港款，拢趴在涂骹，拢掉呀。啊，这群人卖走嘛，这群人去做所罗门啦、罗森啦、义登啦、君豪、广明啊，这群人卖走嘛。啊，这时阵有突破形态出来了，筹码进来了，钱进来了，啊，即马来做。啊，今麦来做，啊，今麦来做，你还加2.5块、哦，又加除息啊，今秒填息，盘中还直接攻涨停呐、啊，上赢嘛，跟你讲上赢嘛，这盘中涨停板哦，今盘中涨停板哦。啊，是不是弄机器人？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说，上银不是机器人？伊个滚珠螺杆是假，伊个线性滑轨是假，伊个沉轴拢假。我跟你讲啊，上银说他是机器人里面所谓的机械手背第一名，市场上还没有人敢说他是第二名、第三名。
他说他第二名，没有人敢说他第一名。上瘾2049绝对是机器人来对铺路的，值得啦，上这绝对是铺路的。咱讲实的，佮比甚物罗森啦，比什么易登，讲较专业啦。咱讲真正，还佮较专业啦，还比高峰佮较专业啦。啊，之前咱也袂去，但是我买的时阵都袂去，奇怪。啊，你若一买就去，是我亏好吗？当然嘛，唔是。你要分辨得出来哪一档股票，即马很主席有人在做。有的股票很主席，即马无人在做。你知道我的意思不？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为什么能够一买就涨？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嘛！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嘛！啊，所以我拢安怎买都袂去，啊，你买着就奇奇怪。上瘾，你遮大机，你股票你嘛讲会画会出来，你嘛讲会，你嘛讲会行，唔是我讲会行，唔是我搞，唔是，拢唔是，都不是。我们要去找到，我们要去做到有人做的股票嘛。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你不要认为说你自己老师啊没有什么钱哦啊这个我可不可以哦这个我们就看节目来做股票就好，我真的不建议你。我现在反而有一个方案对你是有帮助的，各位你不用花很多钱，你只要花少少的钱，哪怕你身上有1000万、2000万、3000万、4000万、5000万，你都不要花多钱，你都不要花多钱。老师啊，你那个1000万哦，你这个会费你就要缴100万哦，你有5000万要缴500万都不要。来各位，小资族专案。安尼就好啊，你就用小资族的方式，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蚂蚁雄兵。嘿，奇怪呢，我免参加到什么尊龙啦、什么总统啦、什么清代会员啦，还交足侪钱的，但是我爱安怎，我赶快搁逼人搁我趁钱。为啥？因为我做的股票，奇怪，拢有人在做。我正常拢买一挂股票吼。拢底下蛋，对不？哦，买被动元件呐，被动元件今晚无人做嘛。哦，啊，起就慢呐，不要紧，我先来买，而且我一直蛋，一直蛋。阿边蛋，你就对小资族做就好啊，你就对专案会员做就好啊，什么意思？因为我所有的讯息都会给你。但是你只有花小资族的钱，你只有花专案会员的钱，你一样身在蚂蚁的这个巢穴里面，可是你可以得到所有的资讯。安尼好不？安尼敢袂使？所以各位，今天所有打电话进来的人，你就直接讲：哎，我要小资族专案，我要蚂蚁雄兵，我要跟大家一起去搬大象。安尼就好啊。我这边你可以看到我这三个月的节目几乎都在讲先进制程，包括 CoWoS， 包括面板及扇形封装，再来就是机器人。有哪一档股票来各位？有哪一档股票我们点完名之后开始喷？但是前面大家都在笑哦，易登老师这什么股票，对不？什么罗森第二刚五样？老师，你买这东杰，什么叫做面板级散出散入型封装？听无？哪有这种物件？根本就唔知影这项物件。老师，你昨昏你讲你买高峰，今仔日真正搁涨停板。各位投资朋友，你看到都是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啊。我们所创造的股票，我们所创造的行情有多少档你知道吗？迅州康泉店、君豪、智胜油田、短线的五峰合同、合意啦，抱歉，我公平说啦，真的讲不完了啦，我讲不完了啦，有微科，我真的讲不完了啦。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股票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股票，很多人都知道啦。各位投资朋友，这个股票你知不知道？你说的昨天、前天你就知道了啦。就是这一家公司核准变更成为所谓的巨大智能，跟谁合作？跟高峰合作嘛。那高峰我都敢买，那这家公司我敢不敢买？这昨天嘛，大盘杀还要杀到快跌停，大盘杀杀到快跌停，杀到跌停，我带你去，快杀到快跌停，我带你去买啊！我带你又去加码啊！今天盘中差一点涨停，今天开盘差一点点就涨停板了啦，差一点点就涨停板，你知不知道这档股票？好了啦，涨上去你又跟老师啊，涨上去的人，对不对？老师啊，这个跟高峰合作的关系期啊，涨上去了怎么办？我再找一档给你，我就跟你讲，我家机器人专卖店呢，我家先进智能专卖店呢。啊，重点是什么？你只要用小资族，小资族，你只要跟小资族付同样的钱，你不用花很多钱，你就跟着我做，你可以得到所有的资讯。你可以得到所有的资讯，所有会员等级的资讯我都会讲，你去问问看我的会员，你去问一下我的会员，那到底有什么股票现在等着走，而且还有一个波段上去的呢？不要转台，我们等一下回来，千万记得广告中先拨电话，什么叫做蚂蚁雄兵小资族专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城投投顾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城投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城投投顾值得托付。02-2752-5868，2752-5868。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机器人大致上就是分，以国外来讲就分两大集团、啊、一个集团当然就是属于 NVIDIA 那一类的，但是他们的主导权是在软体的部分，在 AI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走比较属于硬体的部分，像这个工厂未来以后都用得到，节省人力啦，节省时间啦。那这个部分就是以特斯拉为主，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老师，特斯拉不是做汽车吗？事实上，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开始在研究机器人。那我现在比较偏向特斯拉这一块，我认为这一块会从企业端开始会流行起来，所以各位，我一定要去把这一个大联盟，我一定要把这个整个大联盟的股票所有都找出来，包含各位4510的高峰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来，昨天加码，今天再涨，熊牙加2.5块，今天盘中涨停板再加2.5块，还有什么公司？还有什么股票呢？来，各位，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特斯拉联盟，你在做啥？他在做什么？他在生产机器人关节、机械手背、高精度减速齿轮零组件。这一定会去你的，这一定会去你的。各位投资朋友，蚂蚁雄兵小资族专案，让你不用花大钱，你可以得到谢老师所有的资讯，所有的资讯，好好把握这一次小资族很便宜的专案，跟着我们一起专攻机器人，专攻先进制程，我们明天见。
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